丹啊丹啊梦啊梦，想不到这个所在竟然有十年一怀的白杨草，运气啊！是水岩门，水岩门对啊。有人声，看麦。快队啊，千万唔通让伊走呀！苏阳门里去部落口度南庙吧。苏阳门不进东山，对手就是火不留情。哎呀，我的白杨草啊！以为捡到宝，害我白等了几日工。将我宝贵的光阴献来，将我宝贵的青春献来呀、啊！只因罪不可赦。哎呦！我手断去了，啊对啊，我手啊！我脚被掰了啦！这是听敌人不识点拨，毁了十年一生的白杨草的代价。这位壮士，多谢。等一下，也未轮到你。你想创什么？别靠近我，别再打路了。以我的观察了，你的手断了。是你打断的呀、啊？受伤，真紧就会好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第一优惠，一人收恁三两就好。什么呀？要收钱哦？当然啦、我是医生诶，我原则是办事收钱，绝不能白医。你怕上阮，又强迫阮和你异地，以往阁强迫甲阮收钱，你到底是医生还是土匪啊？那再拍断一处好了，当作无医。没啦，我的钱啦，阮和你钱就是啊。现在换你了，你有内伤在身，有强行运气，想找死嘛免这着急吧。来，这里。雕塑一周之后，再将药丹服下，你的内伤就能恢复五成。多谢你。你像伊这种人，叫伊要创啥？对哦。苏阳门是中原武林的叛徒呢，你应该要杀你毒害这事啊！哦，你是苏阳门？正是。一声欠罪了，苏人进了会500两。这我明白你现在处境困难，你会当先欠的无要紧。这又可以治疗我伤，算我特别优惠。多谢先生。叫我名医就好，这个人我会处理，你先离开吧。苏阳门啊，你是走不了啊！现在武林拢在追捕你，你无处可躲啊！不够吵。放心，身为一名大夫，我是别太别人啦。李英啊，也伤不了我。大英大德，也门来日必当回报。只要记得将金回给我就好了。你紧走啦。多谢。好了，现在一个人十两，请付现。不是讲一个人优惠是三两，哪会变十一两啊？无唔对啊，一个人的优惠是三两，加一张贴布一两，要有七两是我叫苏阳门的费用。
等一下，为什么你叫苏亚文我来付钱啊？因为苏亚文是公共财产，这么简单的事情要跟我说吗？什么公共财产啊？只要苏亚文一个人活着，就会当救真多人。我救了苏亚文，等于救了那些人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付钱。套这种道理了。都好。天灾天下人也欠我379,447,47两。